你要能用气球把那个推土机做出来，你才算真牛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要扔！那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个超级飞侠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用气球什么都能做吗？你要能用气球把那个滑滑梯做出来，你才算真牛！哎呦我的妈！不要扔！那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个书包吗？叔叔，可以给我送个裙子吗？我没有气球啊。有，哎呦我的妈！谁把我的锅弄坏了？你不是用气球什么都能做吗？用气球做一个呗。洗脸盆坏了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个吗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这个衣服好漂亮啊，你能让我穿上试一下吗？我不要，我只穿上试一下。师傅，你看我的衣服都破了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件衣服吗？啊！我想上天，你能给我做一个会飞的气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用气球什么都能做吗？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架直升飞机吗？我的球鞋怎么坏了？你不是用气球什么都能做吗？用气球做一个呗。不要扔！我能用它给你做一辆坦克。我信你个鬼！我好冷啊！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件衣服吗？
师傅，你看我的牙刷太小了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个吗？干嘛呢，徒弟？师傅，我想跑步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个跑步机吗？师傅，你的牙刷太小了，你能用气球做一个超级大的牙刷吗？气球叔叔，圣诞节到了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个圣诞老人吗？我养的花为什么不开花啊？你不是用气球什么都能做吗？去用气球做一个。叔叔，可以给我做个裙子吗？我没有气球啊。我男的有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能用它给你做一个超人墙。我信你个鬼。干嘛呢，徒弟？师傅，好冷啊，你能用气球给我做一件衣服吗？哎呦我的妈！